成绩永熙又以武，中纲强兮不可临。身既死兮神已灵，魂魄亦兮为鬼雄。屈原楚辞。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，一心定而亡天下。其鬼不祟，其魂不悖，一心定而万物服。庄周庄子。嘿，好。怎么搞的？这次差了5秒啊！啊，还是那拐弯，你弯不下去嘛？不要怕摔，大胆的干，咱们再来一次啊！坚持，坚持，坚持，坚持啊！牛痘疫苗的发现及行施者，爱德华·詹纳，出生于克罗斯特郡的伯克利，西方医学之父，希波克拉底，公元前460年出生于克斯岛，热带医学之父，帕特里克·梅森死于1922年。火马节，彝族，姑藏节，苗族，肉孜节，维吾尔，呀，咱们再换一个啊。存在主义的起源，科尔克郭尔。真理是一个整体，黑格尔。理想国，柏拉图。95条论纲，马丁路德。听好了，有一辆公交车从起点出发，车上呢一共坐了12个人，第一站下去3个，上来4个，然后下去6个，上来11个，再然后下去11个，上来14个，下去8个，上来3个，下去6个，上来2个，下去9个，上来3个，再然后下去了3个，上来4个，14个下。这个时候车上还有15人。我问的是车一共停了几站。连起点总共7站。哟，这个你都知道？老掉牙的问题。关键就是这个拐弯。对对对对，没错，就是这地方，这地方是油门最多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还有，最重要啊，就是那个安全，不要想扎春呐。4个轱辘跟2个轱辘就是不一样。关键就是这地方是油门，这个地方是最主要的，油门点就在这里。这弯小了，油门的技术肯定没问题，整个就不一样了，你肯定了吧？那对对对，我让你记住了，这4个轱辘跟2个轱辘就是不一样。对对对。我知道是你，除了爸爸，只有你送我橄榄。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也是真的关心我。可是你的这种关心，对于另外一个女孩来说，是种伤害。你和我都不希望伤害任何人，对吗？答应我吧，以后别来看我了。我不能送你了。
上班时间跑这儿来干什么呢？我来看看我老婆呀。是吗？你老婆什么时候跑病房工作去了？哦，刚才不是没见着你吗？顺便看她一个人在，给她打个招呼。看病人可是要送花的。我还送花呢？我这不送花就随随便便看一下，就有人已经吃醋了。行了，我先走了。走吧走吧。哼，不送花，那橄榄也应该是我的呀。你跟着我来接去啊，走走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有。哎，一直往前开啊！我告诉你，拐再拐啊！大哥，那人真的是我爸吗？啊？应该没错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听说已经缓过来了。哎，喂，整整昏迷了快一个月了，啊？多远时间？不算太远，快到了。啊？哥什么时候到啊？你哥？啊，他不先去找了吗？他让我过来接你过去。大哥，外面怎么这么安静？是白天吗？是白天。哎，这快到郊区了，当然安静了啊。一会儿就到了啊。我妹妹怎么了？我妹妹怎么了？她人呢？对不起，我没照看好你妹妹。什么时候发现她不见的？大
大约这10:30。一个大活人，你们怎么也看不住啊？你别着急。怎么能不着急啊？这么大一个活人，你们都看不住？派人去找了。你们知不知道他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啊？他这么出去特别危险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你们这什么医生啊？你放心，会找着的。别说了，听我说，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得到你身上那个宝贝。救命！玉佩呢？玉佩哪儿去了？你这个坏蛋，我表哥不会饶了你的。我坏蛋？啊？我坏蛋？我告诉你，你哥哥才是坏蛋呢。而且他是天底下头号大逆子。你胡说，你胡说。我胡说。哎，听我说，你不是想找你爸爸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爸呀，他就躺在这儿，躺在你身下，懂不懂？你这个疯子，你去，我侮辱他。你听着，你爸就是让你哥给打死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这个疯子！你听着，那天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你哥他手里边拿个大棍子，他朝你爸爸的头上狠狠的就是一棍子。你胡说！你要是不给我玉佩啊，我就把你卖了，我让你哥哥拿玉碎啊，拿那个玉佩来赎你。胖叔，我刘汉，我妹妹走丢了，麻烦你找几个兄弟帮我一块找找行吗？哎，好的。哎，大家听着啊，赶快去找刘汉的妹妹，叫刘青青啊。你别叫错，眼睛大大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走丢了。他最喜欢听那首歌，叫的橄榄树。对，快啊！阿春，我刘汉，我妹妹走丢了。什么？从医院里。就刚才晚上走丢了2个多小时了。那她能去哪儿呢？喂，哥，你在哪儿啊？亲亲哥！
天天，我在这儿，哥，我在这儿，哥，我在这儿，啊，哥，我在这儿，哥，天天，你别动啊，哥哥看见你了。哥哥来了，别动，别动，上，上来，啊，妹妹，妹妹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让哥急死了啊！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？我想说跟你让妈妈捉迷藏，我找不到你们，我可以把毛巾给撕开，可我现在撕不开，我撕不开。我死不开，哥！我想看到你，我真的想看到。我想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，我想知道。星星，听哥说，听哥说，哥哥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，我一定要把你眼睛治好，让你能够看到你所有你想看到的东西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别哭了。别哭，别哭，别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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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简单的说，是一箭双雕。我是想把刘亦菲给逼出来，逼她出来。我们可以布一个局，这个局就是一起冤案，而这个冤案的主角就是刘亦菲的儿子刘汉，告他杀父。刘汉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，除非刘亦菲自己跳出来为他的儿子证明。故事的关键，我明白，浑水摸鱼。不管花多少钱，都要把证据搞扎实了。我明白，但是。但是什么呀？万一小健介入了这起案子，就是我们做的再像的伪证，没准也会被他瞧出来。这孩子是我见到过最聪明的人。你看看最近有些什么好日子。什么样的好日子？小蕊应该彻底嫁出去了，有安健来照顾她。万一我们出了点什么事情，我也放心了。你想利用婚礼支开小健？哎，就是没这种事情。我也希望他们两个能够早点成婚。小健是个好孩子。爸，是不是在想什么事儿啊？想干成一件大事，太不容易了。这件事儿，是不是跟马太龙有关呢？小健，你到底了解到了什么呀？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，还有您对马太龙一案的态度，不难判断出，这个事情已经关系到了您还有凯德公司的命运。我一直不想让你过多的介入凯德公司的事，不想让你介入马太龙的案件，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变数太大，大喜大悲啊。爸，假如我正在介入或者已经介入了马太龙的案子还有凯德公司的事儿，假如我能够帮您渡过难关，假如我能够让您不这么累，不这么辛苦。没有那么多假如，因为生活中没有假如，只有结果。可是爸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陪您一起度过的。我一直想让你跟小蕊好好的生活，不要让小蕊替你担心。
我知道怎么呵护肖蕊，同时也知道怎么来协助您还有凯德公司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。过一会儿可以把他的纱布拆了吧？大夫，我感觉好多了，能看见一点东西。我想跟您请一天假，就一天。不行，你现在只是间歇性好转，如果不注意的话，后果会很严重啊。可是今天哥哥为了我去参加模特大赛。参加什么大赛也不行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受过多的刺激。别着急，等下呢，我让人给你拿台收音机过来，你在床上听现场直播吧。谢谢您。到点了，你回家吧。好，忙完这点我就走了。行，那你回去吧。今天在医院看到个人，特别的面熟。啊，面熟？谁呀？不可能，肯定是认错了。既然认错了，就别想了。啊，想吃点什么，爸爸去给你做。可真的是太像了。可按道理说，他应该是个死人才对啊。丫头，你要再说下去，非把爸爸给绕糊涂了不可。嗯，这个熟人爸爸认识吗？嗯，他是你的老朋友马泰龙。马泰龙？以茶代酒。祝刘哥旗开得胜！马到成功！谢谢！谢谢！来来，谢谢！刘哥，你要是真跑第一，可算是给咱们的士老长脸了。那当然是跑第一呀、啊，这还有假的？刘哥，我支持你！谢谢！哎，我说老弟啊，这拐弯的时候可要大胆了啊！你的拐弯技术是绝没问题。可就是这个抢道的时候，这是谁啊？怎么来个美女？美女，大嫂打扮的这么漂亮，
这一到赛场，保准观众都不看比赛了。那看什么呀？看美女呀。观众看不起周荣，最好啊，其他水手全都看大嫂，那刘哥准拿第一。就怕刘哥只顾着去看美女，忘了去干嘛了吧？哎，兄弟，这个抢道的这个事儿可要慎重。哎，抢道归抢道，可就是不能挂着其他的车。哎，去年法国大赛就出了一个挂车事故嘛，那选手啊，当场就不行了。老孙，你啰嗦什么？就是老孙，这马上就要比赛了，你还讲这么不吉利的话干嘛？这也是提个醒嘛。胖叔，这骑摩托车还会出事儿啊？什么比赛都可能出意外嘛。时间快到了，我们该走了吧？哎，大家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走，走走走，先过去。老陈，你就别去了，在家看店吧。我不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要是出危险怎么办呢？能出什么危险啊？听话。我不忙，你说过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在一起的。行了，比赛完了我给你打电话。啊。你自己小心啊。金州市第三届摩托车冠军大奖赛就要开始了。这次大赛汇集了各路豪杰，场面热烈。这次大赛冠军得主将赢得最高奖项20万。各位嘉宾，20万呐！我们翘首期盼，20万大奖花落谁手？
哥，我看见你了。再让你受委屈，我一定要把你眼睛治好，让你能够看到你所有你想看到的东西。十六号，好样的！十六号终于回到了赛道，太棒了！看得出，十六号选手是拼了，他是带伤继续参加比赛的，我们要为这种精神喝彩！十六号，加油，加油啊！在座的四位选手经过重重淘汰进入到今晚的比赛，冠军可以一人独揽20万的奖金呢、啊、我们今晚依然用淘汰制，每位选手第一轮选10个题目，最高分的两位进入最后的决赛，清楚没有？ OK， 个人平均储蓄最高的国家是日本，回答正确加100分。有点小样啊，真的来呀！哎，喝水，来来，喝水，大哥。没事没事，中啊，没事吧？哎，喝水，来来来。我们经常说百年一梦最早出自何处，出于金山玄隐禅师和李瑞院大卫论禅师所语，回答正确。一个人有两个心脏，请问是什么现象？那人肯定怀孕了。回答正确。西瓜和椰子打在脑袋上，哪个疼？椰子。回答错误，应该是脑袋疼。好了，下一题。一双鞋11块，请问一只鞋多少钱？5.5块。回答错误，商场从来不卖一只鞋。你涉嫌杀人，被依法惩换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抢答，终于产生了最后两位进入总决赛的选手，他们就是1号安健，2号易涛。我们今晚的题目呢，是经过许多的专业人士精心搜集而成的，包含了各个学科的内容。有人告诉我，如果谁的答对率是100%的话，除非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奇迹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安健先生的答对率正是100%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奇迹正在发生。小蕊，
你老公真是太伟大了，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博学。岂止是博学啊，简直是太帅了。小蕊，你可太幸福了。小蕊，如果你老公真的中了大奖，不知道是否给你买大礼哦。是不是肯定是钻戒呀？是不是送钻戒啊？老爷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因为你的缘故，破坏了我对烹饪艺术的追求和对于美味品尝的乐趣。你要说我的老命才把我逼到这一步的，是吗？我说过，双方合作最重要的一点是互相信任。合作，我曾经有过这个兴趣，可是你呢？嗯，我信任你，你却像幽灵一样在我的眼前就突然蒸发掉了。